8:07，然后现在不是早上的8:07，是晚上的8:07。然后刚刚呢，我就化完妆，吃了我的晚餐，然后现在呢，就准备要去公司拍摄。为什么会这么迟拍摄呢？因为我的时间表实在是太满、太满、太满了。然后，今天晚上的那个拍摄呢，那个工作赶着要交，所以就尽量挤这一点点的时间呢，来完成我的工作。估计今天应该会拍到凌晨吧。终于恢复到非常忙碌的生活了。那我现在先把我的影片，放去 Google Drive 给我的剪接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出发去公司啦。8:48，太累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影片要拍，大家其实在刚刚那个影片看到了，就是我不停不停的在换装，然后现在这个是最后一套了。好久没有这么颠了，凌晨还在拍摄，最后了，拍完就可以收工啦。1:15，我昨天晚上拍到凌晨2:00，然后回到家我就倒头就睡，太累太累了，所以今天早上也没有很早起来啦。刚刚我是差不多11:00才起来，然后冲了个凉，化了一个妆，然后原本呢1:00是有一个线上会议的，可是临时取消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多了1点点的时间，然后就安排工作啊之类的。那我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等一下会回公司做一些 paperwork 的东西，然后剪接影片，然后晚一点呢就回我妈妈的家看我的女儿。那我现在在等我的午餐，因为 Kiin 出去打包给我，他顺便修他的车。然后我早餐就是喝这个奶昔。Hello， 现在呢回到 office 了，然后 Kiin 打包了这个鸡饭。每次想不到要吃什么时候呢，鸡饭就对了。那我先吃我的午餐咯。现在呢在拆我的包裹，然后我在淘宝上面买了很多的运动装，因为最近我跟 Kiin 几乎每一天早上都会去运动，如果很忙的话呢就没有去了。对，买了这个这样子的，然后它后面是这样，蛮好看的耶。要买这个颜色，这个上衣，这个颜色蛮好看的。然后还有帮 Kiin 买了一个就是运动的手套，为什么这个有一点小啊？好小哦！这个是一个2尺，这是正品吧？这种是有时候穿 sport bra 的时候就可以套的，就不会这么暴露。这个也是一件运动上衣，这个也是一件上衣。我真的买了好多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还有这一种4分裤，还买了一件长袖的。好啦，看我买的东西，一堆衫这么多，要把它来收拾收拾一下。
最近呢，有收到很多妈妈们问我，那时候我收的那个待产包，到底里面的东西呢有没有用到？然后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一定要带，然后还有是很好用的，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很重要而且一定要好用的东西。就是产后的卫生棉。那时候在影片里面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，我是带这个 Jeff and Indira 他们家的 La Free 品牌的卫生棉。其实，在还没有怀孕之前呢，平常来月经的话呢，我也是一直都在用他们家的，因为真的是很舒服，很好用。然后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呢，他们推出了新的包装，你看，超级的梦幻。很漂亮。另外我很喜欢他们的一点呢，就是他们都是独立包装的，就是非常的方便卫生，就每一次打开来用他们的时候呢，心情就会很好，因为很美。平常女生们来月经的话呢，就是用这四款，然后产后妈妈产乳期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三款。然后这里呢就有分这个 extra long 350mm 的，这一个呢就是 night use， 然后这个就是日用款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护垫。那产乳期呢就可以用这两个，这个呢就是 500mm 的，就是一生完孩子之后呢，我就马上用这个，因为恶露来的特别多，尤其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就一定需要这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个 420mm 的，后面量越来越少之后呢，就可以用上这一个。这个呢就是加长夜用版，它是 350mm 的。为什么我会推荐 La Free 家的卫生棉呢？因为它是我目前用过吸水力最好的，而且呢它是很干爽的。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呢，就是它超级的薄。这个呢就是 La Free 的卫生棉，它的厚度呢就只有 0.1cm， 上面那个是 La Free 家的，然后下面那个是某个品牌的，这个真的是超级的薄，每次用它呢都很透气，完全不会闷热。它比起其他品牌的卫生棉呢，吸收力强50倍，因为呢它里面有超强的吸水因子，也没有添加任何的荧光剂、香精还有药性。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大家会感受不到，现在我就来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。好啦，现在实验已经准备好啦，在我面前呢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款的卫生棉，然后中间的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 La Free 家的卫生棉呐、啊，然后其他就是 X 品牌的，然后这个就很像模拟我们的那个月经这样子。哪一款的吸水力最强，我们就把它放进他们的碗里面。可以看到呢， La Free 这一款呢已经被它的卫生棉吸收到那个水剩那一点点，其他就是还是很高的。 OK， 我们已经把它放了差不多一阵子了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个卫生棉拿下来。那实验结果呢，吸水力最好的呢就是我们 La Free 家的这一个，因为它的那个水呢几乎是被吸没了。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们会不会回渗。那我这样子压下去哦，哇，湿透了，这个也是一压就湿了。然后 La Free 家的呢，看我这样子压下去，它是完全干的耶，差太远了。这个品牌，哇，这个我轻轻放它就已经湿完了。还有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。给大家看一下 La Free 里面的这个吸水因子，你看它真的是满满超级多的吸水因子，而且呢你这样子挤呢它还是干爽的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全部都是cotton，就完全没有吸水因子。好啦，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La Free 家的卫生棉，所以也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而且 La Free 呢推出了全新的 APP， 还有就是现在只要购买任何的卫生棉配套，你就会有机会赢取这些丰富的礼物哦。如果你还没有试过 La Free 的卫生棉的话呢，赶快去购买他们的卫生棉配套吧。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女生们的宝物，如果你有月经痛的问题呢，可以试试看他们家的
红姑娘，这里面呢就有15块的红糖，还有15块的黑糖，还有红枣片跟姜片。这个红姑娘呢，女生们来月经的时候也是可以喝，那生完孩子之后的第10天呢，也是可以开始喝的。好处呢，就是可以帮你缓解经痛、祛风，改善手脚冰冷。那平时喝的话呢，还可以美容养颜。男生喝的话呢，也是可以改善睡眠品质的。所以呢，还蛮推荐大家去试试看的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准备卸妆冲凉，然后呢，就干干净净的去找我的女儿 Hannah 啦。要回到我妈妈的家，看我的宝贝 Hannah。耶！多久没看她了？几天咯？2天而已，其实是咯，好像很久这样子啊。对，2天没有见就很想念他。天哪呀！啊，你看，妈咪，你看 ，Hello， 啊，哎，是笑笑吗？笑笑吗？你看你笑，你喜欢笑，你要讲话，你要讲话哈。老手 goodbye 哦，我们走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爱人，你开心是不是？